你不用太爱我，就一点点就好，也不用太想我，就一点点就好。最贴心的依靠，最贴心的拥抱，我会陪你一直走到老到老。谢谢你送我的。 Hello， 我是婷妹妹。婷妹妹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？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的好，你不知道 TST 的面膜有多么的好，这就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苹果肌面膜。一片苹果肌面膜等于是一瓶精华液，多么可怕。一片苹果肌面膜才多少钱？它就等于是一瓶精华液，多么吓人呢、啊！今天我要做一个示范，因为呢，每次敷完苹果肌之后，你的皮肤就会呈现又亮又水又光滑的状态，就像 baby 的肤色一样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里面有一瓶一整整一瓶的精华液。OK， 现在呢？我们就打开这个啊，婷姐，打开，打开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面膜取出来，取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呢再把这个精华液呢整整的倒出来啊，我要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。为什么我们苹果肌面膜会销售这么的好？就是因为我们的苹果肌面膜，一片苹果肌等于是一瓶精华液。哦，天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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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好，看到吗？这是一瓶精华液，看到没有？但是我的苹果肌精华液并没有倒完。好啦，我再来倒第二瓶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整整的，哇，我的天哪！看到没有？哦，刚刚婷姐说错了哦，我说是一瓶精华液，是整整的。你想想看，你在你脸上敷了这么多的精华液，这么多的精华贴在你的脸上，你的皮肤怎么可能不好？所以我说了，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不知道 TST 的苹果肌有多么的好，看到吗？整整两大瓶的精华液，婷姐通常呢把它拿来敷完脸之后贴在脸上，剩余的精华液我就全身擦了，要不然就浪费了。要不然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拿精华液先敷上，先擦上，然后我敷活酵母，敷完活酵母之后，我直接贴一个苹果肌面膜，看到没有？这么水嫩的肌肤，你有吗？不要忘了，一定要天天使用我们的苹果肌面膜。